欢迎又在收看最新一集《麦标弄了一些》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有这一台啊，刚送到 customer 家，这台叫做雅马哈 LU90BE 了。OK， 然后叫做 LU90， 这么后面有一个 BE， 等一下我解释给你们听。然后我们来听它声音。雅马哈 LU90PE upright 钢琴，长为 148cm， 宽为 54cm， 高为 109cm， 重量高达180公斤，原装三塔。雅马哈 LU90PE 具有多功能性，那清澈透明的水晶声调令整体的声音非常丰富。这款钢琴适合所有初学者和中级钢琴家。LU90PE 还具有令人震撼的高抛光效果，使其成为一款出色的乐器。它们的构造非常的好，整体的触感轻易，键盘的反应灵敏。这架钢琴是雅马哈数一数二的小型立式钢琴。这款钢琴设计坚固而优雅，适合摆放在客厅。由于其精细的结构和良好的木质材料，与其他钢琴相比，具有很强的耐用性。雅马哈 LU90PE 跟其他钢琴一样，都装有三个踏板，分别是延音踏板、低音延音踏板和弱音踏板。它每一个琴键都能够维持提供优美的音色，为了让琴锤提供最佳的音色、灵敏感和耐用性，LU90PE 琴锤都选用精致材料制作。